you mm -hmm. 开本子第四十六页后一面，四十六页后一面中间的部分，请看第六行，何处缘虽有。 以真实相，而亦无有相；亦非心与非心之相；亦无缘与无缘之相。是名无生行能也。从这边开始，我们就收到。 能先，那么呃，这边有引何处的解释？何处？这么说？虽有一真实相。虽然有一种真实相，然而。 也是没有相的，这个就解释有无有相这一句的经文，亦非心与非心之相，也不是心与非心的这种相创。 也就非非心相，即是真去亦无缘与无缘之相，也没有缘跟无缘的相。就体是经文：缘无缘相，是名无生行能也。 这个叫做无声行人贴提的古七七，古七七人，而属非无，言有无有相，是能手相对门，非非心疼明人空相为人人心，非多无。 古言非非心相，是有缘力，无实缘；故言原无原相。好，到这，古七七，有解释说：“而事非无，然而在属地上来说，并不是没有。” 所以叫做有无有相。其次，能手相对门，微微心疼，微微心想疼等,等。就说明能空之相，人路。 空气之相，为人人心非都无，意思就是说，能够冷怒之心，并非都没有。所以说，非非心相，是有缘灭，无时缘。 古言原无原相，似乎有这个原裂、原裂失恋，实际是没有原理的。所以说，原无原相。好，接着我们再看下头一段经文。 立足动词，我人佛体，一切法如能现不可得者，直前云立足动词等者，总生、总结性，能心观此，破一塔线名成缘成实性也。立为站立，住为安处 动其行动，执其及物此。我乃对人相而称，人乃对我相而取。夫者不空之凡相，谢者能空之圣相。余生有无有相等，一切诸相，菩萨二六十中，是为一处。 一一照破，为立处动词，其相无其感之分；为我为人，其相无彼此之分；为福为善，其相无甚凡之分。诸相既无，何有一切法耶？能法器物只有废体制造智观，以为人行。 又何忍相之有差？故曰：一切法如忍相不可得。所谓不见一法即如来，此则名为观自在。金刚云：若有我相、人相，即非菩萨。又千臂千眼与一切法悉皆无相，了了分明，能性空行。 不可得故，皆此一也。如是行人是名佛子，无相废人，脾性之造用也。好，直接，啊，这么说，立住动词等塔，这是什么意思？就农场皆是显现。 能心观照的智慧，来破除依他体性，使你能够正得完成实现。立位站立,立，立意思就是站立，住就是安住，动就是行动，直就是握持。 我乃是对人相而称而称呼的，人乃是对偶像而举扬出来的，所以我像人相，我像是对着人相来说，人相对着偶像而而称的而举扬的，胡者不空之凡相，佛就是常佛。 所种种烦恼犹如诸业的缠缚，就是不能够空切，执着诸法为实有，有我执法执，这个就是不空，反复的这种相传色相，色就的色相，也就是能空的圣相。 能空有无空法空，能够空掉我执法执，连能空的智慧也不执着，有空空，所以能空，那就属于圣人的相传。你上头有无有相等等一切诸相，一切诸多的相处 菩萨在二六时当场来行住坐卧啊立住动止，是微之错，一一都能够照破观察，能够啊破除破除这些相，对。 站立、专安测行动、卧持，他的相状没有极尽感动。尺寸，对于我、我相、对人相、对些相，也都没有彼此的分别。我相就是人相，人相就是我相，我人都没有区别。 对于禅妇对于系统，它的象状也没有圣人反复的分别。诸多的象状既然都没有，就不足一切现。既然不足一切现，哪有一切法呢？能入之法既然没有，只有这种能入般若描绘它。 这皆呃、啊、性体自己、啊、来照见，自己来观察，作为忍物之心，又有什么忍相可得呢？所以说，一切法路，一切法都是如如，如也就是空的意思，一切法。 都是空气一体法就是一相，一相就是实相。既然是实相在里头，没有凡盛生灭有无种种之相，没有种种相，所以人相也都不可得。这个就是所谓的不见依法即如来。 此则名为观自在，不见一佛就是如来。那怎么不见一佛呢？就如同《心经》所说的：“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跟这几句的意愿 是相同的，所以不见一法，其如来哦，此则名为观自在哦。照见五蕴皆空，当然就不见一切法了，不见一法了，是吧？啊，那什么是、啊、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啊，我们就简单消失一下。 观自在菩萨，菩萨是通号，观自在是别号。菩观自在菩萨，梵语叫做白罗执地法师了。翻译中文叫做观自在。假如翻译称作阿耶娑婆吉迪娑吉迪娑，翻译中文叫做观世音。 观世音啊，那么假如是从耳根悟落，就称作观世音，观世音。那么现在这部啊这部心情心情的话就是从眼根正落，所以叫做照见五蕴一块。 多一切苦厄，就称作观自在。啊，那么菩萨就是菩提沙土，翻作中文叫做觉有情，自己是属于觉悟的有情众生，他又能够觉悟啊，这个一切有情，所以称作觉有情，就他自利利他来称他。那么观自在菩萨就是能修行之人。 下头就说到所修之法，就是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行是什么意思？行就是修行，也就是走路的观观行。这个生什么意思？生就是圣生，也就是真空般若，不是一般的这个。 凡心所知，也不是我们的情世所能够认识的这个是圣神哦。就这教法来讲，有分成两种：有深的波罗，有浅的波罗。浅的波罗就是人口波罗，这是恶圣圣者所证的。 圣的波罗叫做法空波罗，是菩萨所记入的。现在是真空实相，这种声波罗啊是真空实相哦，不是二身凭空小次所能够理见它，所以叫做声，叫做形成波罗啊，波罗波罗蜜多。 十十是什么？也就是正入真空之体，在一刹无时也，也就是菩萨他运用五分每次能够观照而、哦、明了无蕴生，生行是廓然其灭，性相皆空。那么就最后一刹无情。 进入真空体的时候，能够称体而身体妙用，度脱一切苦厄，都在一刹那一刹那的时间，这个叫做心生不落不落灭多是。你都是哦，好，那么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 这个就是说到修正之位哦，这个造见是能入之观，无蕴是守观的境界，也就是正是他能够运用微妙的波罗智慧来造就无蕴自性、无蕴法的自性，自体现。 当体皆是真空，所以啊，它是一比二是绿色求空。假如真的真空的时候，能手都忘怀了。那么这个照见五蕴皆空的照是什么意思？ 照字，假如在果地的菩萨来说，就是观自在的“观”这个词，这个属于照，观照。假如在阴地来讲，这个“造是什么意思？也就是无人，我们那衰而心的时候，不起分别的这种信仰。比如我们跟对头说成。 不起分配，对仗了。那时候，再看也不起分配的限量。所以这个造这个字，是修波罗最初下手功夫重要的方法。那么造就无印机空，这个就是运用无分别智。 来造欠，所以见不是眼根以及眼是所欠，乃是训练当前为一切法而刀法的自信，不见千尘可得，所谓的不见色、不见受想行识，那么并不是不见，见就是无欠，无见之欠才叫做真欠。 因为五蕴本空就是实相，实相无相，所以是不可见，不可见而见，就能够洞察全部的法界。不但对于世间一切诸法，就是对于诸世间一切产品、智慧、系统三灭、无上正觉、菩提、涅盘等法，皆是空寂。 所以都是不见，那么多无所见，才叫做造见那么这个这种的见，才能见到诸法的实相。假如稍有所见，就堕入于妄想，就变成堕入妄想无名苦宅了。那么无蕴无蕴是什么啊？就是世受、想、行、识。 这个运就是以积聚为意，也就是一切众生由此无法积聚成身，现在又有此生积聚无量成老烦恼，而那时受无量生死轮回之苦。又者，他称作五音也就是由于积聚妄想烦恼而应付。 我们本有的真性，这个叫做色蕴那么色是以慈爱作为意义，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身体是假合地水火风四大的因缘而成为虚幻的体质。一直到外头上个大地这些气世界，凡是有形的都叫做色蕴，都叫做色。都叫做社 这个数是什么？数就是以领纳为一，也就是我们眼耳比色身意的六识，来领纳比色身相对触法的六成。所以说，就是领纳为一哈，也就是我们六根对的六成身体六识，而领纳比色身相对触法的六成。这个相就是身识取向。 作为意义，也就是意识，分享六层的境界。这个行就是以造作为义，也就是我们意识思维澄清，第六意识思维澄清，造作善恶诸多的行业。这个事就是以了别为意，它就是称作心王，而受想行是属于心手。 所以这个五蕴种种就称作身心恶法。那么这个身心恶法是如幻如化，但是从因缘所生，因缘合合生起它，原来是没有真实的脾气。所以佛为这个平沙王就说这个比喻，说色蕴就如同巨沫，因风来吹，吹到这个水。 就成为寂寞，而这个寂寞体相是没有真实的，寿命就如同水泡，以因为我来打劫而成为泡，这种水泡是体面无常的，我们众生所受苦乐的这些感受亦复如是，这个想就想念就如同妄念。 啊，比如在春夏的原野远望啊，这个遥远的碧草啊，日光花艳啊，好像这个水一样的。那么，口渴的这个鹿了啊,啊，他想要饮水，就奔驰而去了。结果去了又呃没有了，又看不到水了。 我们众生亦复如是，一念成想，终究是属于虚妄的。这个行运就如同芭蕉，芭蕉是一层皮裹一层皮，蕉的体性是唯脆的，中间没有实在的东西。众生亦复如是，造作一切有为诸法、诸行，亦复如是，就如同芭蕉。 无实一样的，是如幻事，是命就如同幻事，幻作幻作人马，本来没有实体。我们众生的四情分别，一切诸法亦不如是，是随着境而生生灭灭，就如如幻如化，不真实的。所有观自在，观自在菩萨。 他用这种圣深波的的智慧来观照这五蕴诸法，色蕴是从四大假合而有，受想、行、识四蕴是由妄想的境界而生，四大妄想本来都没有自信当体即空，所以说皆空了。所以叫做皆空。能够这样子的话。 那么就能够度脱一切苦厄、啊，度就是脱的意思，也就的超越的意义。一切苦厄就包括是出世间诸苦，世间的苦就是纷乱生死，出世间之苦就是变异生死。好，这个就所谓的不见依法即如来，此则名为观自在的意义哈、啊。 另外，在华严华严书上头也说到，说到怎么样啊？他就讲到第四种盾窍，就是小始中盾圆。讲到盾窍的时候，他这么少，但一念不生，即名为佛。只要一念不生，只要你能够修行了，修行。 修行到一念不生，这个就叫做佛。在《抄抄文》他就解释上一念不生，即名为佛者。”这是什么意思啊？一念不生就称作佛，什么意思啊？即心本是佛体啊！我们心就是佛体哦、啊，所以自心作佛，自心是佛啊！这个佛是我们心做的。 我们心成就的，是吧？所以心本来就是佛体，妄念生起，所以成为众生。那一念的妄心不生，何得不名为佛呢？怎么可以不成叫做佛呢？所以大摩悲这么少。心有也，困竭而自凡夫。 信无也，参我尔等正见。说心有的法，不有一切话，执着实我，执着实法，种种执着，就是心有啦。那就况且以来都是执着于反复的境界哦。假如信无也，信无啦，也就是心空了，没有我执。 有法慈，真的无空法空真乐，连能空的智慧也泯灭，不知足了。空空，啊，三空，这个就是心无嘛。那么心无的话，你参了就能够登上无上的正觉。所以不见依法即如来，是吧？心无参哦，即登正觉，这个就是不见依法即如来。 此则名为观自在哦，这个叫做观自在。接着，我们再看下头一段：金刚圆，若有我相、人相、即非菩萨。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啊？在《金刚经》他是有说到的啊，说到什么、啊？ 所巧了啊！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的话，就不是菩萨。这里提的简单，只有提出我相、人相而已啊。其实它就包括了有事相的，有事相的啊。那么在《金刚经》上头，《金刚经》上头，那就说了。 须菩提，忍辱波罗蜜，如来设非忍辱波罗蜜，何以故？须菩提，若时位隔离王割切身体，我于尔时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何以故？我于往时结结肢体时，若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因生嗔恨。 说：“须菩提哦，冷辱婆罗蜜，如来收会冷辱婆罗蜜。冷辱婆罗蜜哦，如来收会冷辱婆罗蜜哦。何以故？须菩提尔，如我昔为颗粒王割体身体，就如同我过去被颗粒王割体身体。” 个体都没有一块好的。我与儿时，我在那时候，我相我不执着有我相啊。那么我像的对待就是人相，也没有人相，也不执着人相。所执着的而不耶是有许多种，这个是众生相。 所以没有众生相，而所执着的念头相续不断，就是受者相。而我当时都没有这些，所以没有受者相。何以故？为什么面哭呢？我为而往昔结结之前时，不在过去被各裂王集体之前身体的时候，假若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的话。 就因生称恨就应当会生起嗔恨之心。然而我当时没有推谁相，所以我就没有生起嗔恚之心。而且哦，发愿最初度他，我成道最初度他，就是要度他。所以哦，《金刚经》说了：假若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就不是菩萨，就不是菩萨。 那么，啊，具足就是何以克须菩提，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即非菩萨。啊，这个的具足的经文是如此。说为什么名故呢？须菩提，假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就不是菩萨。 好，接着我们再看，若千臂千眼，一切法，虚节无相，了了分明，能性空气不可得故，皆此义也。又可在千臂千上头说。唯一切法，虚节无相，能够对于一切诸法观察了知。 它都是无相，能够了了分明，所以忍辱的体现它也是空性的，是不可得的因故，都是这种的意义。如是行人，如此能够呃修行忍辱道，这个叫做佛子无相废人体性，关照他这种妙用，好，接着。 再看何处的解释？何处人以地宽，苦苦亲切。了知若利若，若处，若众，若取，若我，若人，若佛，若仙，一切法当体皆如。若一切皆如，真冷相亦不可得。是名如苦人也。 一切法如及三文所为，一切处得尔。此三苦，由于三受。若别对察，乐受是坏苦，苦受是苦苦，不苦不乐受是行苦。若通论察，三受皆坏苦，必以病坏苦；三受皆辛苦。 天牛造作辛苦，三受皆苦苦，生死二法苦。好，看到这何错？他就这么解释说：“以地观苦苦亲切，嗯，好好的来谛审观察苦苦的这种亲切，苦苦的亲切。” 能够能够了知，明了而知道。假如是战略或者战略，或者安错，或者行动，或者握持，或者我像，或者人像，或者残佛，或者系统，一切诸法当体皆空，皆入就是皆空的意思。 既然一切法皆如皆空，那么能相就也是了不可得的。这个就叫做如苦了。一切法如，也就是上文上头经文所谓的“一切处得八了”。这三种苦是由于三种受而获得的。假如个别配对的话，乐受。 就是配对啊，这个坏苦，都说配对坏苦，哦，就好比啊，我们好饥饿哎，好饥饿啊，好说，那么饭菜就给你吃吧，好，一碗两碗吃下去，嗯，感觉不错不错，好，你说不错吧，就三碗五碗就继续给你吃吧，哦，不行了、啊、不行了、啊，哦，太苦了啊，吃不下去了，你说。 不错吧啊，不错就继续吃吧。啊，所以这个就是乐受就是坏苦，它会变坏的苦受当下就是苦苦苦受当下，我们有乐的身心又种种外境的这个逼迫，这种苦的感受，所以是苦苦。那不苦不乐受，也不苦不乐的这种感受。 他就,就是行苦，行苦就是牵牛造册，生命之苦，这个属于辛苦。那么，通常辛苦，我们普通人、普通凡夫众生是感觉不出来的。但是，有智慧、有禅定功夫的人，他会感受出来。啊，我们拿一个比喻来说明：我们普通凡夫众生。 感觉辛苦，就好像眼睫毛放在手掌上，也感觉不出什么东西来。但是有智慧禅定功夫的人呢、哦，他对于辛苦的感受，就好像眼睫毛放到眼睛里头，那么痛苦而一样，和情形一样的。若通论草，三受皆坏苦。假如笼统来一讨论的话， 三种色都是属于坏苦，为什么呢？必定坏苦，必定会变坏，变化破坏的缘故。三种色也都是辛苦，因为三种色都是有牵牛造作体现的缘故，所以辛苦就是牵牛造作的这种体现的。三受皆苦苦，三种色也都是苦苦。 因为都是生死这种恶劣之法的缘故。好，古籍其人立足等者，空手冷气，能打人疼，是为一宗难尽性空。古言一切法度即能守空，能相不可得。古之其。 那就简单解释说，立处等等，就是空手冷清，空调、空气所冷度的境界，也就是能打人等等，这个些都是空调了、空气了。是唯于当场行处错误立处动词动词行处错误是唯于当场。 南无清净体性都空起的边号，所以叫做一切法路，一切法都是空起。既然能手都空起，所以冷度之相也是一副了不可的。好，接着我们再看，这里有啊心，啊心事，这里少一个四“事”字哈。 请诸位补一下《心事尽心》，心事尽心。若佛慈，若是威仪，一切实行浮空，假非法性本无师无生三，而见一切有无，如有如无，天地清黄自白，一切如。 乃至三宝自信，一切性尽道空，无生无错无坏，起空入是地法，亦无二相，虚空心通达，尽分善根。好，我们先看此解的解释。止解云：此是静心之意，即毗离也，婆罗蜜也。 白精明生贵处，为生在佛家，总性清净苦，范围毗离也。此名清净，为金而不杂，净而不退，及前世界人生法，清澈不带，乃自行无间之功力也。好，先到此。 之前，他就解释说，之前啊，他就解释这么说，这是尽心之意，这是几次尽心的意义，而这个菩提也波罗蜜，尽心途，波罗蜜就翻着中文叫做到彼岸。 到彼岸喽，到清净涅槃的彼岸，由清净度就可以到达度脱这个，嗯，生死的此岸，由生死的此岸渡过烦恼中流，到达清净涅槃的彼岸，所以称作波罗蜜。北京名胜贵处。 另外的其他经典就称作生贵处。为生在佛家，总信清净苦意思就是说，生在佛家，总信是清净的名苦。那什么叫做佛家？什么叫做生在佛家？佛家有两种解释。根据傅红建，它解释说。 第一种叫做菩提家，第二种叫做真如家。而身在佛家的生有两种体色，第一种就是解身，第二种正身。由解身而生到菩提家，由正身而生到真如家，这个叫做身在佛家。现在是谁啊？ 生贵处这里、啊，正是属于解生，生到佛的菩提心家，这个叫做生在佛家。嗯、那么种姓亲净，他的这个种姓是自为亲净，自为高贵了。 所以叫做生贵处，别叫四处的四四处的菩萨，他就生在佛家，生在这个菩提佛的菩提心家，他的重心是清净高贵，所以叫做生贵处。好，关于霹雳眼。 万译霹雳眼，此云清净，此地翻译叫做清净。那什么叫做清净？意思就是说，净而不杂，精纯而没有参杂；进而不退，勇往直前而不退转。也就是前面的不舍、持戒、冷落这三法，这三种法门。 被这种三种法门修行这三种法门，而能够精勤彻力而不懈懈怠，乃是这种波罗妙智啊啊，观恨没有间断的这种功德利用。好，接若是位移，乃至一无二相，呃，这里。 是什么意思？直且云：若是为一自一无二相一体，证明佛此尽心体用观照之意。是为一德，即行住坐卧，事行清听、便出行过，以行住表其相。一切实者，即二六之实也。 行福空者，即是空幻，假非法性，即是假观；顿无生无生三，即是中观。三行菩萨名福忍位，初住位啊，出住位福空二行位福假三相位福中，虽分为三四个，一本位得名。 十佛龙舍，一而三，三而一。菩萨于此行住坐卧，自行法门，以有为可畏，能折服众生；有仪可表色受众生。即为此事为一错，一切时中进修菩提，降伏其心，而入于空，无法可得，如镜中像。 无相可得，此其行福空也。因假非法性者，成善；未虽常入空，呃，未虽常入真空，观照诸法一切体性。男而假合而成，即假而真，你真无假，此其行福假也。于假法上当体名真，故云假非法性。 明灯无生三者，为此菩萨修无生涅，最高最显，在尘出尘，迥超二篇，得无所爱，如登山顶，高出无碍。明灯无生三眼，菩萨既当一切法空，不见千法可生，复观一切法假。 不群豪华可灭，以无声灭，空假皆真，双无中道无生，故以登山为御也。啊，先看到这这里就好了。我下头还很长哦，啊，不能呃再练下去了。好、啊，我们先看到这。直铁人直接说啦。 若是为也，一直到一无二相，这这一段的经文，正是说明佛子境界，体性妙用、关照的这种意义。是为也则是为于什么意思？一这个行住坐卧，这四行都是清净不变的。 诸行也就是六度万万行万汉的轮廓啊，所以用这个行测来代表、来表征它的这种相状。一切十者，一切十，也就是二六十，二六十中这个叫做一切十。要行浮空是什么意思？ 也就是空款，缴会发现，也就是假款，灯无生三，就是中款，这个空假中三块我们前面也曾经多次说过，三神菩萨，他就叫做无人位，无人的位置。我们前面都讲课，一个人亡无人，人亡无无,无从人，这里属于无人。 那么最初就是诸位实住的位置，它是浮空，也就是以空观来降服其心，降服我们众生的妄心，那这个就是浮空。第二种实行的位置，就是浮假，浮假也就是用假观来降服其心。第三。 石回向的位置就是以中观来降服我们众生的妄心，这个叫做服中。虽然分别成为三藏，这种就是个别依照本位而获得这种名称的，它本来的位置获得名称的，实际上他们是互相。 云龙收拾他是一二三，三二一啊！一种，它当下就是三种，三种其实也就是一种。那么菩萨，这个敬畏的菩萨，对于这种行住坐卧事情的法门，因为它是有七种威严，可令众生不畏。” 他能够折服刚强的众神，他也有这种的威仪，可以表表现出来。他可以摄受众神。摄受众神，那么，就对于这一四种威仪的呃这个地测，在一千二六十当中，静静修持菩提道法。 来降伏他的妄心，而能够入于空劫。啊，入于空寂的境界当中，也就入于空幻。啊。那么就无一切诸法可得，就如同镜中的这些相所显现的这些相，其实在镜子里头也没有相可得的。 这个就是行空的意思，而收到假非法性是什么意思？就是成就上头意思，就是说，虽然常常入约，这个真空这种观法，来观照一切诸法一切的体现。它是空性；，那个一切诸法，它却是假合而成就的。 所以，啊，就着这个假假法而来说明它是真空，离开真空也没有这个假法，这个就是所谓的悬浮假的意思。对一切假法之上当体而能够说明它是真空，所以叫做假非法性，假非法性，灯。 而说到登无生山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这位的菩萨修无生的空理，是最为高尚、最为显彻。所以在诸多成境当中，他能够出离成境，超离成境，能够迥然超脱空假二篇，空有二篇，能够无所障碍。 就如同登上山顶，又高出一切无障无爱的清醒一样的，所以称作登无登无无生山。菩萨既然当从一切诸法了知，当地一切是空体，的，所以有不见，有参参水之法可以升起。 他又能够关照一切法啊，当下都是这个加油！所以啊，也不见得有一丝一毫的法可以灭除，因为没有生，也没有灭，你空假都是真龙，所以能够双福，中道无生。 中道无神，能够双福空假而落于中道无生的这种第一义谛而真理，所以就以登山作为比喻，叫做登无无生山。好，接着我们再看下头，而见一切有无者，生明登无生山之夜 菩萨于是为因，一切时通，是为真谛之理，发生一切无漏智慧，了见一切内外事大，有无性相，诸法性空，空无所有，故云见一切有无。先看倒车，而见一切有无是什么意思？有的申诉说明。 登山无生山的这种意义。这位的菩萨在别是为也，当从在一切二六时，当从能够思维真谛的这种空理，而发生一切无漏的智慧，能够明了见到一切。 内外的四大，地水火风四大，像我们身体就是内四大，外头它山河大地种种就是外四大。有无性相，诸法体性都是空气都是空然一无所有，所以叫做见一切有无，如有如无等者，如有如无什么意思？ 就得定守观，四出世间，南尽诸法，静观世间之法，以无生心见天地中，包罗清荒赤破，长短方圆，若根若尘，有此对待草，名一切显现色；若根若尘，无此对待草，名一切无表色。 如是成天定中火煞，并无根中一分净色，即本想过未啊，原想过未来种种境界，现虽对态无可表示，虽明无可表示，总色相色，一切色相原无实体，色法如此，心法亦然，无有一法。 不是如来藏性性净明体，故云如有如无，一切如也。先看到这，如有如无等等是什么意思？就是得定，守观来从体而来自定，守观照。 世间出世间，难无清净一切诸法。首先来观照世间之法，用这种无生心见到天地当中，它就包罗了，包括罗列了青黄赤白长短方圆，或者根又根，或者六尘有体质对待它。 就叫做一切显现的说法或，或者六根或者六尘没有体质对待的，就叫叫做一切无表没有表示的说法，叫做无表示。就如同四成天它定中的果实也是无表示，还有并且我们五根当中一部分的净色根。 净色根就如同我们啊，这个五根的神经一样的，这个看不到的，我们肉眼不看不到，但是天眼可以看到，啊，这个都是无表色啊，无表色哈、啊，以及我们第六意识来原谅啊，想到过去、还原未来种种的境界啊，现非对待。 但是无可表示，虽然说啊无可表示，但是龙者都是色相所说说，都是属于色法啊所说色的。那么一切的色相，原来都是没有真实的体现，色法是如此，我们的心法亦复如是。所以没有一法，无论色心啊，没有一法。 不是如来藏心性净明体哦，所以叫做如有如我一切如也。那这里又有名相了、哦，什么叫做如来藏心性净明体？如来藏心也就是常住真心，常住真心，它受穷三界，受穷过去、现在、未来三界，但是不生不灭。 所以叫做常错，它是法界一项全部的司法界，十方世界的司法界都是同一相创，同一相状啊，它是没有没有虚伪，没有虚妄的，所以叫做真心，叫做常处真心。 那什么叫做性净明体呢？所谓的性净，也就是说这种的本性，它是由来清净没有染污，不是哦那啊经过洗涤而后清净的，所以叫做性境。本性就是清净。那什么叫做名？啊？这个什么叫做姓名？也就是说。 安这个真如本性啊，它是亘古以来，从古以来都是灵明不灭啊，明觉明白而不分灭的，不假替共用而或而能够灵明的，所以叫做性明，本性就是明。 那么,什么，什么叫做性体？什么叫做体？体就是真心本性本明之体，它的字体。这啊这种的心，这种的真心，虽然是啊，在反复名位当中，它体性油然不实，体性油然不实所以叫做性净明体，叫做如来藏显，性净明体。 所以叫查如有如无，啊，如有如无一切路。这个路，也就是十二路，十二路也称作十二处，包括六根六九叫查如有如无一切路，好，一退。乃至三宝自性本场，此关出世间法也。三宝即佛法身。 自信即法生波罗蜜统，一切信尽道，及一切行圣诚信进修之道，空无生无作即三系统门义。为此菩萨由观世出世间增进体性之理，信净无恶，故得正入三系统门也，即空系统门场。 菩萨观照一切诸法，皆从因缘合合而生，其体本空，即无自性真空，而不随因缘生，故得解脱也。无生解脱门者，即无相解脱门也。从上即观诸法一切皆空，无相可得，即无有相，即无自性常生，而不随。 因缘灭故，得悉陀也。无作解脱门者，即无愿解脱门也。菩萨即观诸法空无有相，则无愿巧；即无愿巧，即不造作生死之因，亦无生死因苦，即无有苦，故得悉陀解脱即自在意，门即通达意，以三解脱。 得此内盘，故云三世陀耶。好，先看头圈，乃至三宝、自信等等，什么意思？这是观照诸世间法、诸世间诸法。三宝也就是佛法生三宝；自信也就是法生波罗西陀三塔、三塔。 这个属于自信，一切信净道什么意思？也就是一切三贤十圣千层有信仰、精进修持的这一种道法，精进修持的这种道法叫做一切信净道，空无生无错，也就是三世同门的意义。 意思就是说，这位的菩萨由于能够关照世间出世间真实清净体性的这一种真理，他是本性清净，空无一切物，所以就能够证入三性多门。而讲到空性多门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这位的菩萨。 他能够关照一切出发，都是从因缘和合而生起的。因缘合合生起了，比如我们有六根啦、六识、对识六层的因缘，就生起六识啊，所以啊，而万法为色，万法都是由我们的识心。 所显现变现出来的，所以都是从因缘和合而生起。它的体性本来是空性的，一旦是缘起，所以是性空。缘起诸法是体性本来空性的，那么就能够领悟自性真狂好，这个自哦，一切诸法的自信。 它都是真空，所以啊，这个诸法从本来常自体灭相嘛，一切诸法从本以来常常自体都安住在。这个极灭的相，极灭相就是真空相，即得无自性真空。既然是真空，所以是不随，哎，不随的因缘身。 他生也是幻生，他实际是不生。有生的话是我们看错了，就如同病人看这个望见空花一般那我们能够了解哦，原生性空，一切突发原生性空，我们就能够提供哦，自信的真空啊，那就不随他。 哦，种种的因缘哦，看他生生命灭，我们就哦生了就好高兴的、啊，而灭了又哦,哦跟哭哭啼啼的，又不会了，我们就会蠕蠕不动的、啊。生就五蕴凑合起来而已嘛，死了五蕴散灭而已嘛，没有忧悲苦恼存在于中，没有，所以我们就能获得解脱。 那就太自在了。无相系统门是什么意思、啊？也就是无相系统门也、啊。既然存在上头，既然能够关照一切诸法，一切都是空气都是无相可得，一句话都是如幻如啊。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一切有为法就是如此吗？ 既然是如此，我们就不会执着是我，也不会执着是法，也没有这些啊男相女相、一相一相、啊是相黑相、有相无相，种种对待的区别。诸法都是一相，就是无相，无相就是实相，所以既无有相。 我们就能够体悟，自信是长生哦。为什么长生？因为自信就是不生不灭嘛。既然不灭，它就是长生嘛。所以它就是不随着因缘而灭了。哦，一切法都是啊、呃，现成现成的啊，不是依看，诸法都是实相哦。《金刚经》说：“凡所有相，皆、就是虚妄的。” 玩说有相，其实需要，但是能够证得真如本性的人，他观照一切诸法，佛法既是实,实相，玩说有相，既是实,实相就是境界不同，所以境界不同，他有不同的说法。所以啊，这里就就看啊，他就产生了，就不随因跟内了，所以我们就能够得到系统。 所以，佛的法身法是周变一推出，过去、现在、未来都是常常在的。我们众生也有法身，我们是在禅的法身，而佛是出尘的法身。我们好好修，都会修啊、呃，变成出禅的法身的。到了出尘法身，那你就长生了，就不随因缘灭了。 所以就能获得解脱。那什么叫无作解脱门呢？无作解脱门也就是无愿解脱门。也就是说，这位的菩萨既然观照一切诸法都是空然空起，没有一切相，那么他就啊没有一切的运巧，既然没有一切的运巧，他就不造作生死之因。既然没有生死因，也就没有苦了。 啊，或者说啊，那我们既然没有运酒，那我也不吃饭，也不睡觉，我也不修行用功了，那又错了。不照做，不是说你不要修行，就得不不照做，也不吃饭，也不什么啊，这又又大错特错了。因为叫你要三轮体空，这个叫不照做。自然修一切法，行一切善，当下。 要离一切相，行一切善的当下，要离开一切相，在离一切相的当下，要行一切善。不是说叫你不造作，不造作是三轮体空的意思，不要错会了。所以，既然没有念头，就不造作生死之因，因为没有生死因，你不造作生死因。 所以就没有生死的有肉的果报，所以就能够获得系统，系统也就是自在的意思。啊、哦，我们身心啊，自由自在了，啊、哦，好安乐啊、哦！这个门呢，就是通达的意切啊、哦，有种种法门哇。这个门就是门户嘛，有生死的这个门户，而通达到涅盘的这个这个城门。 所以门就是通达的意义运用三世陀就能够啊证德到达涅盘不生不灭的这个境界。所以叫做三世陀也，叫做三世托门无会。无慧者，无慧什么意思？从上守观诸法，既不可得，能观智慧，岂可得哉？ 故缘无悔，人者尚文。所关照一切诸法，自然都是了不可得。那么能关照的，不能妙会智慧，难道、啊、可得吗？难道你还能够知着？嚯、哦，我很会哦，关这个诸法这空啊，啊，你哦又知着了，又知着了，所以不能不能靠。 值得你能关照他这个庙会。起空入世地法，是什么意思？起空入世地法场谓相也。观凡圣有无诸法，体空即证入空定也。此空不同声闻缘起，成空自空，乃观时机理冲，千乘不立。 尽是门头，依法不舍土，虽证为空人而不触者，即从无空定人而起入世的法，虽然入真入入俗，亦无二相。无二相者，为入真不着真，而入俗不着俗，故云无二相。 起空入世地法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前面啊，前面因为能够观察凡夫圣人有无，一切诸法脾竟都是空性，那么就能够证落也空啊的这个三昧正遍了。这种空的三昧正遍。 真空三昧正片是不同于声灭原则哦，二圣圣草这种成空自极的这种天空，不是这一种，它成住，啊成就一个涅盘空灵，掉落掉落于内盘坑不是的，不然是什么？乃是能够关照实际理中。 千乘不立，实际里从千乘不立，也就是实际里地不染一成而一思。在实际里地哦，实际里地是什么？也就诸法实相，中道第一义地。那么在中道第一义地，诸法实相当中，那是千乘不立的，一一丝一毫的这个。 这个重庆，他也不安利的，他是不懒做一层。净是门头依法不舍括，净是门头依法不舍什么意思？啊？一定要如同常常所说的，佛是门中不舍一法，佛是门中都不舍一法。啊，做父亲的就是要慈爱子女。 做子女，他就要孝顺父母，啊；做国王的，就是要仁慈；丞相，做丞相他是要尽忠于国王，这样子，都是依法不选的。我、啊、们该吃饭就吃饭，该睡觉就睡觉。你看，啊，爱困了就困，啊，饥饥饿了就吃。要爱困还不困？ 啊，饥饿了你还不吃饿，那就自讨苦吃了。所以修行是什么？肚子饿了就吃饭嘛，这个爱困了就睡觉吧。就是如此。平常心就是道了，不假透作。虽正于空人，然而、啊、也不自找。 他也不安住执着，那么集从就从这个浮空的这种定呢，而能够升起入于四谛出法，四谛法，入于属谛哦，由真谛而入于所谛。虽然入真谛、入属谛，然而、啊、也都没有两种相状。那什么是没有两种相状呢？意思就是说，入于正谛。 我们也不知着真理，啊，然而路一实地，而也不知着实地俗地，所以叫做无二相，真俗没有二相。好，接着，我们再看何处的解释。何处曰：无相精进，常识无欠，不去行错，故言一切实行，行何等法？ 为常不系空观，假慧观法性观也。以三观灭，故能登无无生三。而见一切有无之法，有意真如，无意真如，总不便于法性。故以天地等世间法，乃至三宝等出世法。 一切心体积极皆是真如；即为此世出世法中修习净土，皆为空无生无色，三世同们相应，一品无三脱智慧可得；乃至起空，起真空观，入世地法，亦为空法无二。 时间已到牌，我们就先说到这，好，回向。嗯